大家好，今天又来看我这儿清岗菜了，看了两三天，今天看了就差不多晒够了。今天半天应该能砍完，砍完就收工。好干活就，这是哪个的我也搞不当好清楚。谁呀？你看嘛，那个老公。大车头给他扛回去，过年来喂腊肉，喂猪脚干。哎呀，我这个敷衍还不得少啊！就是没去敷衍吧。哎，来，他们说那个啥子五辈子蜂蜜，就是这个敷衍花噶。就是敷衍的嘛。哦，敷衍。哎呀，结五辈子嘛，那一坨坨家就耶。哦，那种就是五辈子果果儿嘛。哦。哦，那我以前我说那个坨儿是啥子果果儿？就是五辈子哎。哦。耶，这开始也不得行呢。黄金，这黄金的嘛。哦。哎。啊，我这屋菜好像，哟，七八年了，五六年没看到噶。七八年，七八年。哎，这个是啥子素质哦？我们尸体哦。哎，随便砍两下，都是含血肠的。哎，还是冷了，干净好了就不冷。要断了。哦。啊？你这砍的弄多，你那啥子在那边拿去嘛？是在叉子嘛？砍了嘛，这青岗菜嘛，我想就不要拿晒了噻。就是，就是不要放。不要放了，我想拿来高级点，要弄多叉子噶。嗯，两只高阶性别点的去，给它匀点儿下来。那个这青岗菜没啥子用的，我这现在又不缺菜噻，我那面都还有两坡啊。哦。那我嘛，我就弄来糊叉子噻。要。再叉子。两打油漆哈。啊，就是这些年就挖些，这些就是。啊，我这坡打下来，主要摘一摘下来的话还是不少，两打多子叉子。啥？打多子柴油？不得还有柴烧。啊，那面就我们就有柴烧噻。你烧的好菜嘛，那天然气这安弄了就，你烧的好菜啊。要的。啊。这不再查子。反正现在的湖边，也没啥收入的，你要发展我们这些农村这些嘛，肯定就要把先把我自己来搞起来噻，噶。嗯，就是。嗯嗯嗯、我先找了一根叉子苗苗。可能是那个高阶些叉子，然后切了它留的这条来，你看生切的，那种就一身的苗苗儿。哦，你看它有个花椒树。哦，当真的弄大我。哦，一身的。一身的砍甩了不？砍甩了。砍甩用，它有籽的嘛。哎呀。一身的没用的。哎呀，这个籽好尖了，你看的，我的天嘞！我靠，这个比刺猬还凶！哎呀，我的手从我找的这种泥居啊，开玩笑！哎呀，还接了几根花椒，我上山拔不嘛？找医生，不麻了。这可能在山上，它那个怒气太重了，麻了。哎呀，好累的。那花椒树干烤了来看，它在吹起不嘛？花椒树。啊，那个丢丢干了，你。哎，把这个弄了来。拉的你就来嘛，我。那马上。拉的这个要弹，这个打的手，血青红的。嘿。那树是啥的？还是拉的？哟，咱是不是买点老木锄子？啊？哎，那拄着我动动，你去哪子的？哎呀。你好嘛，你先来屋里哦。砍开来看，看是不是老木虫。砍完这根青岗，你后头好老了嘛？好多年死了都。你看这些洞洞，肯定有老木虫噻，这些。嗯。没水分了嘛，就倒干了再回去。哎呀，哎，好多红油菜太难得砍了，没生的。哎吧，我这乡里面有那个板栗树没得？板栗。那儿，哎，我小时候我就总觉得，
这种青钢板给你的嘛，就是板栗树。啊，你看那个那种青钢，还有这些青钢，如果全部是板栗的话，姐姐我说还没得点钱呢。当然了。街上那些板栗些贵得很，像我在广州买些板栗吃的话，我说好多，15-20块一斤。哦。如果这是板栗的话，就值钱了噻。当然了。大点喽，那家还跟大点嘛跑的天呢？哎，那哥姐两个都看到了的啊，听哥姐两个。哇！早上来需要。啊？早上看这方喽，那方那点山喽。没关系。哎，总有人不服你。转了，哎呀，你早点转嘛。还有几个大点的，还有几个大点的，二天有空来去看，差不多看完了，反正该看的都看了。嗯。哎，你们大的还是大了，看不懂。你大。明天聚再聚噻。看喝了亏人，还让我这儿入一车。要得。肥肉我要整两坨噻。今儿晚上就给你弄肥排排。